就在今天，7月17号晚上8点，台视频道现场直播。选秀节目《超级偶像》的总冠军赛就在稍待一会儿8点钟的时候要正式登场了，谁能夺冠呢？就看今夜。而现场已经聚集了许多参赛者的加油团，要为他们支持的选手加油打气。新闻最后带您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热闹气氛，同时提醒一下，8点钟锁定《超级偶像》的总冠军赛现场直播。我是艾辰，我是葡萄。超市用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培育了今天的非常超级六强，而且今天粉丝非常的多，所以请你们留到最后哦，一起来支持你们最爱的选手，把你们的手举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倒数好不好？1、2、3，好，等我们一下，好，嗨一下，嗨一下，耶，您现在收看的是 TTV 台湾电视台。超级偶像 Super Idol。8个月的磨练。只为了一个梦想，所有的努力只为了一个目标，超级偶像总冠军吴镇环。音乐和艺术有界，所以我想当的是艺术家歌手，我相信我在总决赛一定可以做得到了。吴镇环加油。吴汶芳，我准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表演，就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，然后把总冠军赛当成吴汶芳的个人演唱会。李亚莎，我好好的去享受这个舞台，做一场最完美的演出给大家。最后一次，拼了啦！金石基，我的潜能已经调整到最佳状态，总冠军赛我们来了。郭少轩。希望到总决赛那天呢，不会让你们失望，而且我会带来全新的曲风，给你们不一样的郭少轩。曾玉佳，我希望可以带给支持我的人一个最棒、最完美的表演，所以曾玉佳，加油！超级六强将释出浑身解数，让全国观众一同见证冠军诞生。第4届超级偶像最终决战正式开战。届超级偶像总冠军赛正式登场。在几个小时之后，将有一位参赛选手将改写他人生的历史，不但有100万元的奖金，同时在今天我们加码到了500万元的奖品。但大家知道，我们史无前例有6位参赛者进入到我们总决赛。那一开始，如果你要看最精彩的、最好看的，就在今夜。当然，最重要，我们还有评审，也有6强哦。欢迎我们的超级评审团，全员集合。老师们辛苦了，8个月来，今天算验收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与会嘉宾，我们要好好的感谢一下。首先，我们要欢迎的就是台湾电子公司的副总刘立慧刘副总，谢谢您。以及三立电子公司总经理张荣华张总经理，谢谢。三立执行副总苏丽妹苏副总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以及 Here 有料情报执行长叶静汉叶执行长，以及东泰钟表公司的彭泰君彭总监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当然，大家最在意的就是到目前为止6强的排行积分如何，以及今天总决赛的赛制，一起来看看。
冠军积分赛目前排名以曾玉佳的52.18分最高，而吴汶芳与金石姬则以51.3分紧追在后。比赛规则：总决赛分成三阶段进行，第一阶段破解，第二阶段撼动。此阶段总分最低分将成为本届第六名。第三阶段登峰，今天的分数占总成绩的40%，总分最高者就是超级偶像的本届冠军。好，马上进行第一阶段撼动，我欢迎胡正完带来的永远的快乐，欢迎 Mr. Gaga。